喂，好，各位好，那个我们这一组后来取个名叫 Pop on Fire， 英文的说就是 publicly owned property on fire， 就是火线上的公有资产。当然，我们这次先以公有土地。那，然后其实我们之前也持续关心，然后。荧幕上面呈现的就是之前远雄暴毙案嘛，那远雄其实同去年也同时间还有其他县市的标案，那都可以去追查一下。就是说，它、其实公有土地的处分跟蛮多关键字的人民还有主管机关都有关联。好，那早上我们就把架构讲清楚，所以这次再讲一次，就是全国360万分有公有，公有里面分为国有、县市，国有分为公用、非公用。但不论你分为公用非公用，在处分方式有一大堆的种类。好，那我们大概都是去详尽。那所谓私人那边其实也有很多争议的部分，那我们但就是主要处理国有这边。好，所以各种处分方式我们就会希望它汇整在一个同样的一个平台。那我们这次先抓的是国有非公用的这个部分。那我目前还在抓资料，那同时间也在构想一个地图，所以会有一个主要的全台湾的一个火线的地图，然后也会介绍火线的概念，然后中间会有一个检索性的一个栏位，它会分成主要我们现在找出四个，一个地点大家是大家关心的，直接看大安区的火线的状况，开发方式我想要知道全台湾 BOT 有公有土地的多少的数量，或者是我想要知道国防部它到底今年准备要活化多少的国土地，也可以直接踢远雄，然后去搜寻。那下面的资料呈现会单笔单笔的呈现，然后面积会看转换成一个圆形的图形，然后配合一个地图，有点像纸卡的方式单笔的呈现。那所以一般的人或个人或居民，他可以在这个网站上面找到他，找到公有土地他关心，然后他的近况、他的处分的方式，然后大小、议题等等。所以我们目前因为资料各位刚刚看到那个来源的部分真的是蛮复杂的，地上权它有自己的一个路径 BOT、ODBT、 都跟联合开发、出租、让售、所有权等等等等，每一个资料来源都各自独立，然后也有可能也有也很复杂，然后不是很干净或者是很单纯，所以会期待蛮多后端协助。那同时前端设计刚才看到的也只是一张纸，所以期待再把它或许可以真具体化的做出来。那另外就是说土地有兴趣，就是对这个议题有兴趣，不管是应用想象它之后应用的场合，或者是说怎么样再让这个议题去做更广阔的推广，都可以欢迎你们来跟我们联系。那我目前在 FB 的社团里面有一个今天建制的一个社团，然后在 FB 上面就早上看到的 HackHack 的连结，其实没有拘泥于，就是我们一开始用 HackHack 的时候，不晓得要在里面建置我们的文件，所以今天就学到这个，然后也欢迎大家来给我们意见，就大概是这样，谢谢。